哎，嗯，好。哇哦，考研哎，嗯，好厉害啊！去年考研备考期间，身心俱疲，但有个人说，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一样，我们要学会自己成长，要坚强，少抱怨，多做事，总没有错。这句话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我开始调整心态，百分百的投入，最终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这次直播时，我已经在新的学校了，想说，我真的有在变好。嗯，哇塞，嗯，因为这句话是我以前说过的，就每个人的成长都不一样。嗯嗯，少抱怨，多做事，总没有错，是我爸爸跟我说过的。嗯，但我谢谢你记得我说过这句话。但同时看到这个，我觉得你变得越来越好了，又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了。你太棒了，恭喜你！哇，说真的，嗯，我就觉得挺感动的。很棒，他在变好，我就挺感动的。嗯，天哪，嗯！我觉得刚才你在读这封信的时候，嘴角都是上扬的，不自觉的那种欣慰的感觉，是吧？对吧？因为你管大家都叫小朋友，然后他因为你的话的鼓励，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。嗯，妈呀，陈毅现在感觉是眼眶泛泪的感觉，我觉得特别开心。嗯嗯，多做点，总小红书。